游戏时间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要玩一个游戏，是什么游戏呢？当当，它叫做扔铅笔，挑铅，挑铅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挑铅子啊，挑铅，挑铅子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两根铅子是我的，是挑剪刀布，是那个布，是那个布，哎，我先，啊，不不不，布，拿去，你是你呢？你赢了。我不想扔，你扔。还有这样的，你扔。所以讲扔，赢的扔，然后赢的第一个敲啊。啊，对啊，我第一个跳，你扔啊。不是你，这赢的说话，这第一个。我就扔了啊。嗯，是往上抛啊。哎，你抛的好好啊。行好，来一根显微镜男孩，显微镜男孩，其他都动啊。到底他动？该我，还该我。他之后也是我的。啊，就。那什么，第二根其他碰完，就他碰了之后到我，我碰了到你，但是他动了的话就下一个了，两个了啊，第三个啊，第四个啊，哎，第五个啊，没动，哎，怎么可以捣乱？第六个不可以捣乱，当然不可以了，你怎么可以捣乱？捣乱的游戏，你作为一个哥哥，不能捣乱的游戏就不好玩了。你作为一个哥哥，哎。不知道跳哪个了，放给我，你跳这个吧，跳不动，哎，没有空气好，哎，嗯，哇，好，我觉得这个蛮好的，你跳的真大力啊，你跳力是真漂亮啊。我觉得真的不好跳的这个情况，镇不住。哎，哇，这你的动起来动了，到我了。好，他就三根啊。跳完他，我觉得是不太可能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一根就动了。别说这个，跳完就嗯，这个没动。时间回到上一幕。他可能一根就动了，两根好，两根给一根，那就一根，其他就动了。红色是我的，哎，我赢了居然，啊，就这样跳完，跳完啊，还要跳完，这么赢了呢？那就哎没有，我这个吗？我觉得也是，你们是。哎呦我的妈！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。这个，哎，看见没有？这种啊，这种时候就要静下心来，仔细思考一下。2000 years later。这头猪蛮好的，哎，没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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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了没有？啊，真的动了，没动，那就是动了一点，对，真的没动，不是他说没有动，但是他你刚刚就是，我没，那是因为他吓到我，那没吓到你这个弟弟。他只要没有碰到你，你吓到那就是你的素质，我也没碰，心理素质，我刚才没碰到呀，那你说吓到了。吓到了，我吓到我也没碰呀，动，没有好不好？没有讲道理。好，这下已经失去意义了。这下我又真的不知道跳哪个了。哎，动了！你动了，是我的，你还把它弄到里面去。粉子是我的啊，这根粉子是我的。好，感觉。嗯。又难了，哎，你挑哪个？我是挑完的，行不行？我守住刀门。哎哎，只有他，哎，等我。哎，我看好像别的也没有。你们干？哎，动了动了。蓝色拿走。咋这么费劲？我就直接碰蓝色吧。太不好挑。哇。你动了啊。不不，你要挑，你要挑走，你要挑走它才算。哎，怎
怎么还能换一个？哎呀，好像个王八打盹儿。不好挑了吧？你挑啊！这怎么还能当一个人？哇啊！可以一次挑几根吗？你可以把这桌子掀，懂了啊？再五根，你觉得？一把，你说，气不气人？哼！哎，没动，幸好没碰到。行啊，你怎么能碰呢？幸好没碰，我没碰。动了，那是他拍的，啊，真的他拍了一下，我连动都没动啊。没有，没动。哎，没动，都没动了。那我也拿走，真动了，这太明显，这可不能让过了。哎，反正我已经觉得，胜券在握。哎，好像蓝色已经动了。没有。蓝色，我碰的就是蓝色，哥哥。哎，不是粉色吗？我碰的蓝色。那是粉色的。不行啊，你这个。你要是敢一拳这样挑过来，动了，粉色动了，真动了，粉色动了，真动了，快点。哎，动了。我拿起来了，绿色动了，那不行。动了，那绿色归我。不，你归我，归我，绿色归我，真的归我，可以归你，把绿色拿走。最后面有什么惩罚吗？咋了？没，没有惩罚，那我们玩这个游戏干嘛？没动。哎，黄色动了。没动，没动。我没看到。你看他没动，他都没看到。我刚没注意。你这个刚刚晃了，你送你一根，给你送，拿去。好嘞，送我一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了，各自战绩摆出来啊，一分，好，我是四分，三黄，一、二、四、两绿，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太会算了，四蓝，四蓝，三白，一黑，七个啊，一二三。六多久还能分类？只有十三、十七、十七个。恭喜你获得挑签组的第一名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肯定，谢谢大家的肯定。